飲啖水先啦。另外嗰個習志社，啊習志社早前啊嘛啲記者咁啊走去影啦，咁啊我覺得咁做得好啊。呢、這個平洲中原建咁啊建造咁啊即係咁啊喺即係平洲嘅越南盛會咁啊，跟呢個學佬啊、海陸豐啊嗰啲傳統。咁啊，大家知嘛？通常嗰啲咁啊，即係打招啊，都因為話以前咁啊發生過咁啊呢個瘟疫啊，咁於是啊咁啊日後就打招咁啊祈求啊，咁啊即係國泰民安、風調雨順、身體健康。咁啊，平洲每年啊咁啊都會喺即係中元節啊嘛，就即係打招咁啊，所以平洲中元建招都已經超過70年噶啦。咁啊，今年就輪到7月12號至7月15號，入邊有請神啊、豎起啲包山啊、咁啊大士王開光啊、走五朝啊、放山啊、鏡頭福品啊、咁啊化身大士王去等等，咁啊甚至有走龍船。咁啊，即系咁啊，六路嘅龙船啦吓，即系叫做咁啊，即系好似咁啊吓，类似拖住一啲咁啊，即系纸扎嘅艺术品去龙船啦，咁啊，然后即系走，咁啊走嚟走啊，咁啊，大家都可以即系，譬如咁啊，希望多啲媒体咁啊，访问下、了解下咁啊，呢啲即系唔同嘅传统啊。你見到砌咗隻手出嚟啊！咁我都好中意睇呢啲嘢，譬如每年嘅天后誕啊、彈弓誕啊、大王爺誕啊嚇，嗰啲個出巡啊，哇咁啊有啲村10年打一次招，譬如上水鄉就60年一次，有啲1年一次，好似長洲啊～